袂记得进这个暂停，所以有时就会连续。啊，无要紧，咱即马继续讲吼。这115万，115万，这个时间是啥物时阵？99年7月14日，这条115万是去用去买伊个土地，因为欠人钱嘛，欠人钱就是一定爱还人嘛。既然拍卖啊，就是经过法院拍卖程序，这是。一间塑胶公司开出来，99年7月14日，这开115万，115万。啊，我就话讲，因这小弟，也有领着钱呢。啊，但因小弟是去另外去买厝的，因小弟另外去买厝，因小弟领偌济呢？我看吼，这领一条，这就是个日期，恁知影？99年8月11日，99年8月11日。啊，我怎啊就来讲这嘛？这是应该是7月就去拍定，含着交钱，含在8月11日，含8月11日，因小弟领两张票，含因兄哥拢总领一张165万，167万5千块，这是99年8月11日，另外领一条175万，含我讲啊，我讲。恁这兄弟拢会算数啊，唔是不会算数啊？啊，恁妈呀咧，一直去讲这吼，讲到我家己拢挡袂住的原因哦。啊，恁太，恁这家族变安尼，老实人变啊变安尼，黑啦，抹黑，我即摆互大家看这边那个在确实显现无变。这有108,038,000块，108,038,888，这是啥？这是李社长拢是希望讲，所有的业者拢是花，啊，所以我就讲会叫人用花，啊，我嘛捌记得过嘛，我捌去标一条168,888,888。卖去标一条案件是1688,888,888，还因为迄块不动产卖卖，阁有厝，结果当时则是标1699,999,999，所以阮的当事人就无得标啦。啊，这讲给大家参考，啊，希望讲大家啊，好好平平来解决代志。再度感谢。地政署李市长呢，今天讲到这，以后有机会他继续介绍这15项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平安顺利快乐。